在一起的两位议员，首先感谢江接受江议员，是我们卑南族自己的同胞，谢谢。感谢我们林崇汉林议员，谢谢他。在这个事件一发生以后，两位议员始终跟我们在一起，还有。 放眼望去，我一时没有看到他坐在哪里，可能应该是在自己的故乡南瓦部落。我们前任立委陈莹陈定华委员也来到我们的会场，我们谢谢他从12月31号开始一直关心我们华部落部落这个事情发展的经过。 我们的原住民的传统歌谣就是我们都是一家人，现在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合唱，然后请我们部落。我的家乡在哪儿？我的家乡在哪儿？从前的时候。